都是非常的活泼可爱跳鱼啊，都是啊，走路的。
主要就是咱的新作《太阳光淡江天》。淡江天，它个子不小，但是非常的活泼，而且手脚非常的灵活。所以呢，你看嘛，我们在请三爷的都是非常的活泼，非常的可爱。来，为朋友们服务，并且搭档闪光点。
中秋节，所以请大家先生们，咱们请上华哥小驾，要安坐回来顺。来，请大家先跪拜，来，请先生啊，来，啊，办什么事宜呢？啊，所以啊，除了咱这边请家长的，啊，请上华哥的，咱的工作人员，啊，城隍庙的阿姨，我们向好，我们下跪跪拜一下哈，我们回来。来，城隍庙所有工作人员，实际上除了咱请的，啊，啊所以咱请。好来，然后杨大哥可以了，来准备了啊、哦，来准备来，过年圣诞祝福献歌，你不要阿姐，来咱来唱小歌。好今年八月十四日，啊，做主驾驶的八月十四日，圣诞祝福献歌于众神中，献歌的所有人们。委员、工作人员啊，今仔日啊，晚辈来来安排来准备，准备来今年县方主持新大礼礼啊，今仔日晚辈，好，来来来，先瞧一下，先扶正，先扶正，来，等。跟着一起陈王爷来禀报哈，来水因为你还先休淡点，我们告诉你，过了就是你，中午还家人好过是王庙，暗访也顺，感谢是王尊神率领所有委员、工作人员完成今日啊夜巡暗访的任务，啊感谢是王尊神，比如是王尊神，比如继续祝咱大家平安顺利，一上哟。再上香，三上香，三上香，三上香。圣王尊神率领所有人员完成今日夜巡暗访任务，祈求圣王尊神庇佑咱所有的信徒身心大健，阖家平安，大家中秋节平安快乐，一祈求，再祈求，三祈求，内心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安安静静。对。